MBTI 这个我小时候就做过，当时大二的时候有一课就是 leadership， 我印象中当时就是 ENTJ， 然后最近一年左右吧，这玩意儿不是又火了吗？又做了一次哈，应该还是这个，我感觉还算比较符合吧。主持人给我做了一份啊，之前从来没做过，最后测出来的结果我是 ENFJ， 还是有一点准吧，因为我整个性格还是属于比较积极进取的，能在平时带团队啊工作当中都比较喜欢去引导别人。因为刚好前几个月家里领导让我做了一个啊，我记得应该是叫 ENTJ。我觉得这个评价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全面的评价，我还是觉得人是有多面性的啊，就是你在不同的位置，在这个团队里面不同的定位，其实是需要你有不同的性格表现的嘛。